他今天做一些清理排面，他已经做了两个工作天了。对啊，那就明天一天就完。他今天做一些清理排面，他已经做了两个工作天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就是他一经断了事情，那个。然后他讲说，因为他的天花板，他日光灯要做成那个楼梯嘛，这样移动嘛。哦，拆啊，好，就翻了嘛，就刚好可以丢了。不是，那是那个舅妈的，舅妈又不丢，跟他这回来问他，他说不要丢啊，那个东西，碰啊。那个瓮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封起来，不然那个口都会积水，对对对，就闻。没关系啊，就你放外面，放外面啊。对啊。好吗？还没掉到放啊。好吗？你要洗手了。等到你妈回明天再给我，我再重新再给它敲一下。因为滋生蚊虫一直在下雨。我会把它用干净，然后把它用干，然后我再把它搬到屋内去了。我再等你妈回去就。屋内哪里可以搬啊？哪里可以搬？一楼。啊，那个瓦。什么瓦？不是我，你很多。那么好，你们妈原来那个你们常吃饭那个是还OK。那我现在要把那一区后面那一区整个先弄好，就是现在的餐桌、圆餐桌跟厨房这一区，这个是一体的，然后再过来，这个没关系，没有。你看谁皱眉头？不能用，有些皱眉头，看可不可以融合在一起。 现反，现在有现那个，有些像是什么中花鸟，是不是像那个花花瓶一样的？不是，就是个很大鸟，之前不是很多西餐厅吗？中餐，而且像那个鸟巢一样，鸟巢，它做一个就把一个鸟笼直接鸟巢包，装饰。然后那个感觉就很中国风，然后会不会不晓得？你家用中国风。 不是，因为不然我们家那个木头跟那个我们家那个酒瓮，那个真的酒瓮，我们不是要把它搬到楼上？没有，要搬下来，要搬下来，对，搬到一楼来。等你们结完婚之后再。